We don't have enough video of you. We don't have enough video. Yeah, yeah, yeah. Give us one more minute. One more minute. Thank you, sir. Help a brother out. No.其实参加这个林永豪的慈善基金这个活动，就想知道一下咱们这个姚基金，今年有没有一些重大的项目想要做？是我们去年的时候就有一个篮球希望小学篮球赛的篮球季的一个项目在运作，而且取得相当不错的效果，成果。我们希望今年再去继续做下去，去寻找去招募一些志愿者，去边远山区的，包括我们的小学和希望小学的一些地方去教孩子们打篮球。另外呢，我们今年还过去大家可能还记得，我们曾经做过两次明星赛，邀请一些 NBA 的球员过来和我们的国家队一起比赛。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个项目也可以去继续下去，把它成为使它成为一种比较有连续。